好，我看一下这题哦。他说这整个区域是小于等于7球 ，x 怎么算？哎，这里在算之前，老师先讲一下下。老师一再强调，我们解不等式，领导系数一定要什么号？等号。对面负号喜不喜欢？不喜欢。老师这时候怎么办？因为区域是有一个好处，什么好处？直接在区域里面并号可不可以？可以。是把大家同乘几负一，变30减5，直接在里面同乘负一有没有差？直接在里面怎样？并号负30加5变成30减5，有没有一样？一样嘛，还是小等于七嘛，对不对？对吧？所以说要注意，就好像多少5减3，和我直接并号变成负加3，有没有一样？有吧？5减3是2，绝对值还是二。负加3是几？负2，绝对值还是二，有没有一样？一样嘛。所以说绝对值有一个好处，我直接在里面并号变成30减5，有没有一样？有吧？这时候把绝对值给拿掉，对吧？怎么拿掉？这整个绝对值小于7，不管大于小于，你看什么等于？可见它是7或是几？负7，小于取中间。所以说这整个介7到负7的中间，就把减5去掉，把大家把减啊加5，加5变12，加5变几？负2，之后乘以3去掉，把大家除以几？3。可见 x 介4到几之间，负的3分之2之间，这样可不可以？可以哦，把这边看一下 ，OK。